最后一题。Henry P 图脸会 P 哪里？那我可以看看他脸了。好，问题是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、啊。你不知道就好，那你给他看你的脸。你跟这个地方可以，你跟这个地方可以。我是 good face。什么？你什么意思啊你？这个有点不好回答哈。你觉得我哪里丑呢？不丑不丑不丑，没有什么好 P 的呀。哇，那就写吧，来吧，来。好，那我出题喽。好的。如果阿萨一定要从现场的男嘉宾里选一个组 CP， 会选谁？虽然你恨我，但是还是很爱我。而且我懂你的心。好，来，三、二、一，请公布。谁啊？请公布。哇！什么？ Yeah. 选我了，选我了！你看，选我了，真的吗？枪！那肯定是我，因为就是不会造成任何风浪。你真的太了解我了，为什么你会知道？我们根本没聊过，没有聊到这个领域。金晨是怎么分析的？我就是不知道，就是可能连接上了感应。金晨，那我呢？啊，你是谁？除非还有你，还有不为人知的，不为人知的秘密。我想一下哈，我悄默跟你说一个，我其实打过美白针，越打越黑，黑了真的一个度。是不是打过以后不能那个不能晒太阳？你不知道哈？我不知道，反而把它晒哇爆黑，所以你后悔死了。因为我有点觉得你的黑有点啊 over 黑，有点那种碳化的。对对对，走，直接回去。掉眼泪了，好，他有点那个敏感，是刚才学长毕业了，你有点难过吗？哭了哭了哭了，我毕业了，怀念学长骑你脖子上的事儿啊。你不在，亨瑞骑他脖子上了。在有一个环节的骑他脖子上，后来他说你遇到我就是等于说是脾气好的那种，你是但凡在东北，就遇到个别人你试试。你看削不削你就完了。我俩连话都没说，他骑我脖子。他算是自然熟啊，熟很熟啊。后来你也克他了，你也克他了。我跟他挺好，我觉得骑出感情了。大进，抱歉了，哎，你需要给武大进扎六个揪揪。扎揪揪，我把他头发又不多，哥，你出来就这样了。大金，哎，大金啊，扎头发了，大金。我在这儿，我在这儿，我在这儿。哦，来，哦，你这还有机器吗？这能拍？咱们。我在这儿，我在这儿，我在这儿。大金啊，扎头发了，大金。可是这儿，我好吓人的。别怕，别怕。好像啊，青大哥疼，扎不住，你头发好短。哥，你这啊，哥，哎，谁这还有这个响声啊？谁这有铃声？大金啊，扎头发了，大金。大金，这儿，哥，你是怎么一直在走呢？是在找铃呢呀。这你吗，大金？是。什么啊！丁哥，我的头发一撮没了。
我加不上这个，这个好，可以可以。大姐，你头发太短了，哥，你往上点扎，没事儿。哎，怎么有铃声？静哥哥，静哥哥，你的闹钟响了。这儿。那你先去整闹钟。不，咱俩整完就好了，整完你就帮我开始找闹钟。行，我兜里还有仨。伦哥，在这闹钟，我听声了。谢谢，仨了。Hello， 我是阿萨，我的科目是很特别的，我是人类睡眠研究博士生。哦，放松，让大家放松的。放松，可以教大家怎么可以秒睡。嗯，我现在也可以。哇！鼓掌！哇！年轻真好。哇，竟然睡得好香。起来吃药了，真的该起来吃药了。哇，我想转学了，有点少，好吓人啊，这学校。